图演的吗？我什么衣服？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。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。朱时茂，我演了十几年戏了，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。不演了。我知道你有情绪。我没情绪，没情绪。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。我演了十几年了，我告诉你。我知道你想演主角。废话，谁不想演呢？啊，谁想演了？我，但是这个主角啊，不是谁都能演的。别说那么邪乎啊，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。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。你的角色我演不了。就是吗？啊啊，说实在的，你以为我不懂这个？懂什么？演员演什么戏，那全看穿什么衣裳。啊，我要换您这衣裳，怎么样？我演的比你强。什么什么？你演正面人物？我演正面人物，怎么着？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。你问问。别发动群众啊。我怎么发动群众？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。行行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，我让他过这一回瘾啊。真坏的，真坏的。来，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。你说就我这样的，他穿上这个衣服，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。你们再瞧瞧这位，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。我说，哎，好了没有？好了，下去。哎，干嘛？下去。你，我是主角。往后，往后。神气什么的，哎，你下去。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？
长，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。皇军说什么啊？鬼子让你交枪投降。呸！什么词儿？白日做梦。哦，对，白日做梦。后边呢？你这个叛徒，你才是叛徒呢。我说的是台词，你这个叛徒。啊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叛徒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个队长，队长，鬼子让你交枪投降。后边还有没了？有，没了。我问你啊，就没什么条件吗？没条件？废话，没条件谁投降啊？这是正面人物吗？这个？啊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？咋带回扣呢？说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你别跟我装糊涂。你当我不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？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。怎么说呢？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，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，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，金票大大的呀。白日做梦。你这个叛徒。队长，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？我没办法呀，队长。我代表政府，代表人民，我枪毙他！我枪呢？这儿呢。我枪毙了你！啪！哎呦，队长！啪！哎呀，不对呀，我是主角。剂相对相容，佳洁士外柔内刚牙刷，强韧刷毛，深入洁齿，柔软刷毛，温柔护龈，刚柔合一，洁齿护龈，佳洁士外柔内刚牙刷。